小宝贝儿在这干嘛呢？哎呀，手里抱着啥快递啊？啥好东西啊？打开给我瞧一瞧，我看看小米拿着啥快递啊。打开小米，使劲。哎，我要看看小米拿的啥快递呀、啊、这么大的箱子，哇，肯定比弟弟的好。你看弟弟的箱子一点点，小米的箱子这么大。我来帮帮你，一二三抓住，一二三，哇，看到了看到了，是个啥呀？来来来，好像是个玩具，是不是？哇，小青蛙玩具啊。就这一点吗？里面还有没有？没了。不行呀，你打开这个小青蛙，看看小青蛙里面有没有东西啊。看看小青蛙里面有没有东西啊。哇，啥糖啊，好多糖果啊。哇，我好喜欢哟。我们再来看看弟弟快递里面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打开，从哪打开？我们拿出来行不行，弟弟啊？我们放在地上，看看弟弟的快递里面是啥。从这打开，哎，哇，好难打呀！宝宝，给我加油！哎，我们要看看这个快递里面封的是什么，封的这么结实，好期待哟！哎，给妈妈使劲加油！妈妈加油！这啥？小玩具啊！从哪打开？从哪打开？从这。从这打开，从这打开。哇，哇，弟弟的是一只小玩具，我们一起抓秀呀，你俩一起玩呀，玩吧。